是炸酱面，酱汁浓郁。它这个面条长得有点像泡面，但它吃起来真的一点都不像那种速食面，真的不是泡面的口感，面条真的非常非常筋道。黄萝卜，这饺子好大一个。绿豆沙，炸酱面真的太渴了。辣豆腐汤，哇，这个酸酸辣辣的。那我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